扇门的后面是另外一个世界。道明年间，悬案难断。我见过太多死人，知道人命是有价值。抽丝剥茧，他们誓言要还天下太平。案情更复杂了，死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杀人的？关宏、傅孟博、刘耀元，我为什么要当官？就是为了将这些犯人绳之以法。你是当今天下唯一能破此案之人。未来电影台古装悬疑推理大戏《成化十四年》。